觉得做了妈妈以后不一样了吗？你女儿多大？4岁半。4岁，啊、哦，4岁半，比我女儿小2岁。我们应该是前后做的妈妈。我好像有一次看见你还大肚。对啊，大肚照。你一个。对，我一个，你也一个吧？哦、对啊。你还要吗？想啊，想不到啊，没有了，太老了，现在来不及了。不会呀、啊。来不及了，使使劲儿没问题啊。其实原来你是男还是女的？我是女孩啊、嗯。但你觉得你有了小孩，你的变化性格上变化吗？我变化是啊，我感性很多，就是你对什么事情都会，哎呀，就会特别去，心里特别去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悲剧或是一个电视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好感动。是。对啊，然后就电视剧我最看不了那个小孩妈妈那种、啊，我就马上换台。啊、以前我没感觉的、啊，以前没感觉的。以前我说这演的太假了，这个现在多假的我都、啊、好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出门你怎么跟女儿沟通呢？哇，一天打，哇，他打到他烦呢。你打妈妈，我在看电视，拜拜。妈咪，你在做什么？喝牛奶，拜拜。第三句就是妈咪。做什么？拜拜，没有了。对，讲多一点都没有。我女儿比较给我面子，你跟姥姥说吧。